只要是考虑哪一类型的，因为通常是轿车，轿跑的话 ，PTI 的话就22万3900起步，它那款的话就500-700确实空间对我的体验来说有点小。主要是看空间还是看操控感？操控感其实多，但是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有点太小。嗯，你们考虑 SUV 还是 SUV？ 6的话，那个什么，然后3我更喜欢。小鹏这个是